暌违一年多再发新歌，找来五月天阿信世纪合体，超大彩蛋让粉丝们陷入疯狂。MV 上线不到两天就破千点阅，更在各大排行榜拿下冠军。不过惊喜不仅如此，周五组合又再度公开另一个合作计划。周董与阿信秘密筹备了一年，两人的潮牌将推出首度联名，融入双方品牌代表元素，注入两人私下穿搭风格。这天王和天团主唱还亲自担任模特儿，形象照释出让不少粉丝又惊又喜，充满期待。而两人的品牌从创立初期就在台北东区比邻而居，除了是竞争对手，现在更成为了亲密盟友。这亦敌亦友惺惺相惜的好感情也让大家好羡慕。非凡娱乐。